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今天要介绍的球员呢，是这一支小哭浩志，那算是一个蛮标准的蓝领阶级中锋啊。那么看一下他第一个技能呢，是卡位技能，那对于中锋来讲是非常重要。第二个是接球速投，这个可以直接略过，我们只要当好蓝领阶级就好。那第三个呢是侧身篮板，也是篮板技能。那第四个呢是在篮下的时候，他是可以有机会断球的。注意呢，这个天赋是被动，那必须在篮下才会触发。羁绊方面呢，只有两个羁绊。都是增加主攻跟力量，但另一个羁绊需要黄赖，所以呢，可能这个难度啊有点高一点。那么来看一下呢，天赋要点到多少？如果你要把它点到全满呢，你需要耗掉1020张的训练卡，然后呢，角色全卡是70张。好，那么来看一下第一个卡位技能呢，我们可以点到哪里？我觉得基本上呢，就是把它点满，点到这个垂直双臂摘板。那在训练卡的部分呢，也是全部点满。那第二个接球速投可以直接略过来。第三个呢，侧身篮板的话，那这些呢，篮板的竞争值是需要的，然后呢，篮板范围也需要。那我们技能呢，只要点到这个多项转身就好，因为呢，这个是对于抢篮板是有帮助的。那这个技能是落地之后可以再速投。那我自己个人呢，是觉得这可以不用先点哦，在篮下疯传这里触发截球几率呢要点，然后呢这个截球高度也要点。技能的话呢，高位疯传是要把它点开的，再来呢是疯传到手，如果呢你截球啊没到手的话，很有可能球又被对方给捡走，那这个截球上手几率呢也要把它点满。那最后这边是截球之后可以传球，这个看个人啊，看有没有打配合，没有的话呢，我是觉得可以不用点。那么大招是骑马射箭，我建议呢是只要点到这个前途骑马射箭就好，让对方的不好盖。后面的技能是如果对方想盖你的话，是有机会被撞开的。这些必要技能练完啊，你需要的训练卡大概是435张，那全卡呢是40张。那大招后面的这个天赋啊，有点看不太懂啊。他说呢，只要啊你这个大招啊骑马射箭成功撞开对手，或者是晃倒对手，两秒内得分，你的技能能量可以再增加。但这个蛮奇怪的，因为这个就是大招嘛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撞开或是晃倒啊，你的这个命中率是一定会有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呢他这个大招啊你没有晃倒或是撞开对手的话，使用完之后是不会再增加能量值的，然后就觉得有点鸡肋啦，所以这个感觉可以不用去点他。那大家看完这支角色的介绍，在开服的时候你会不会用他呢？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